太神奇了，来来来，怎么就一样了呢？小时候啊，觉得鸽子魔术最神奇，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长大会变鸽子的魔术师。但是很可惜，小时候家里并没有鸽子，于是那个时候我拿出了一条白色的丝巾，开动我的想象力，把它想象成是一只鸽子。而家里的水桶在当时也成为了我的道具。 Dear me, it's okay to shed a tear once in a while. All these moments spent. 我记得当时我把丝巾放到水桶里，然后想象着它能够像白鸽一样飞翔。这听起来非常的不可能，但是直到有一天，抱着它。哇，这太神奇了，你干嘛？哎，好听话呀。打死了，没关系，来抱我，我们可以了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复活甲？来给 Fire 玩一下，我的新宠物。哇塞，这也太神奇了。我们回去吧 ，Let's go。